零基础学简谱，两分钟带你认识简谱的十一种基本节奏，非常重要，建议大家收藏起来慢慢学习。二八节奏一般在简谱里面一下一上各唱一半，大大大大，四个十六分音符的节奏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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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切分节奏，正句读法，两边是半拍的一半，中间是个半分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前八后十六分节奏，大大大。大大大大大大，前十六后八节奏，前面两个往下，后面一个往上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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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三零正句读法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大幅点节奏，前面是一个音符是一拍，这个点是一半，这个是半分，大大大大，小幅点节奏，大大大大大大。八切十六分节奏，前方一个八分音符，后方呢两个十六分节奏，中间是个一拍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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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大幅点节奏，前方呢两个十六分音符，后方是个大幅点音符，延长一半，这是一拍半，前面两个下来，后面是一拍半，这样读的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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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。好，最后一个十六切十六的节奏，正确表达，前面两个十六分音符，后方两个十六分音符，中间呢是个一拍，应该读法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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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你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